设备都比较好，设备都比较好，设备都比咱的强。这捡起来工作效率高。那你就是一天能捡100多个？是的。那累了啊！这好一点，这不带油，这样不带油好一点。那带油敢挤？是嘞。老人都老人了。你这个洗的店，你说带闲人个桌？你捡多少？给我捡多少？我带个桌。你这总桌要一年捡多少？你能算看出来能不能？这洗的啊？我说一年捡多少？你能看出来不能？十几块钱。还有记录。我有记录啊。他按的这个闲人记的呗。你懂了？这老一个都算那个数。啊，你在前面就弄了，你比如说前面有个羊一跑乱了，这跑不掉。啊，老爷我换一张，老爷子换一张，你听懂吗？啊，就跟咱这样子样。给这个店上，要把这个盒子盖上。哎，这个不用你抽。啊，拿走。你找一个老爷爷我，他不找你了。啊，你这安装了呗？你那就跟个电脑上给我带劲儿的。你别说了，那我这省事儿。我不懂你。是嘞。兄弟。是嘞。捡一把羊羊跑了乱的毛毛，你踩一把去。是嘞，羊多的时候包包在这儿。哟，捡好了这个。捡好了。你手上忘了。啊，这个东西。你拉。来吧。就培养的啊。怎么样？那这羊羊也哪能？你捡的那估计鱼味的比这还重。对，二百多斤。哈哈。捡不中。要200多斤比这还重嘞。捡不中呀。哼。你这大小货干嘛了？那。